好，谢谢。各位早安，我是 Ruby 爸。那今天姐姐要出院了，那刚刚在接到医院的通知说已经可以去接姐姐，那还好她没有事情，终于可以放下一颗石头，不会再每天这样很担心她，就是说做检查会有什么意外还是干嘛的。那至少她可以，她可以回家了，是最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去接她吧。一直通知都可以出院的。对啊，刚刚九点多才打电话来。昨天照 MRI， 前两天是照超音波，然后发现异常。昨天我爸妈在，所以昨天顺便接妹妹出院，然后回月子中心。先跟你们回对小朋友的身体外观，我们做完之后，我就先把小朋友推进去穿衣服。他喝比较多的，他喝的都还不错，但是他喝比较多的时候比较容易。脸的部分都还蛮干净的，没有特殊的外观的部分。然后它的话，颈后的部分，那时候入院我给你们看过，有一个就是红红的血管瘤的部分，就是一颗一颗比较明显的红疹的部分。这个叫做血管瘤。那血管瘤的部分，小朋友新生儿都还蛮多的，之后就会自己慢慢吸收掉。身体上这边就有之前抽血的一些针孔跟淤青啦，之后就会慢慢吸收掉，所以不用担心的部分。那他的话，双手腕都有一点，对，两只手都有抽过血的，这边跟这边都有。好。臀部的部分微微轻轻的，它也算蛮淡的蘑菇斑，就是微微轻轻的一点，就是正常亚洲的小朋友通常都会有这种蘑菇斑的部分嘛。那之后如果三四个月之后没有掉，就越来越深的话，就会变成胎记的部分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觉得他真没像你。真的吗？双眼皮没有没有。他没有算。大的那个小的深比较深的状元比较像你，这个没什么状元，那像谁啊？不知道。你看，这上错课。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嗯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张总，谢谢大总，谢谢。他好像要喂奶，但是阿妈有说十二点。那是我们去观察室啊，就直接去观察室。对对。好好好，卫教师他会上来，会选。对，每天去巡房。Oh, OK， 好的。哎，那平常我自己也可以来这边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OK。只有紫外线消毒跟小科巡诊会拉起来。好。对，其他时间都是不关的。他是四个小时喝一次。对。是吗？而且四个小时喝六十。喝六十。是。然后一样是跟冰宝一样喝 S 二十六。对，一样。好。对。晚点我就是洗完澡做完评估喂完奶，我再去房间跟妈妈讲解。好好，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已经回来月子中心，两只都刚刚终于合体，然后两只靠在一起。哥哥看一下，来，这是 B 宝，这是妹妹，这是 A 宝，这是姐姐。他们两个因为刚刚。屁屁红肿，所以都在擦屁屁膏。好像两个都在睡觉，开始双胞胎人生。那爸爸，你这就围在肚子的地方。哦，你是左手拿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。好，就把他的头放你的手肘的地方。对。哦，很软很软。你的手，借我过一下。好。就这样子。哦。好, 好，我们头要让稍微有点微微往上仰，它才会喝得比较舒服一点。OK。那这边有个凹凹的地方，朝上。朝上。对，应该是对流口，比较不会胀气。对，哎、欸，有点往后。OK。然后爸爸，你这只手在这里，免得它掉下去。哦。对。好。好，然后这样子。好，大家喝到一半的时候就拍嗝，那拍嗝的时候，爸爸你记得马上借我一下，然后就像这样拍。OK， 下往上拍，然后会有啵啵啵的声音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是成空心状，对，所以一定会有那个一定有啵啵啵的声音。哦，如果你今天没有，反而是错的，等于说你的手没有到空心的。OK， 好，那拍拍之后就顺时针这样子平的揉一揉，两个交错。对，好，负责完然后呢？喂完就跟你，
再继续喂。多久会出嗝？不一定，看宝宝状况。啊，他出嗝会就是他不喝就吐出来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他那边可以喝完。我在想说他60是不够，因为他如果这么早醒的话，也有可能不够。你好像没有空心的那个声音。真的太小了啦！我真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，衣服都被脱掉。他想说：“宝宝，你在干嘛？”可以了吧？没有拍嗝啊！你又知道？他没有嗝啊！喝奶，原来月亮枕这么好用。我醒了，醒了，肚子饿啦，他自己哭哭起来的。Hello， 睁开了，你看，啊，原来是真的是睡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放上来。衣服要撩起来。衣服怎么用？衣服要撩起来。好了好了，爸爸的初体验换尿布，你衣服要用起来。我太难了。你到底怎么用？这么高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你太松了吧？是吗？嗯。那个，这样子。尿布好小哦，这太大件。我们今天喂妹妹，然后失败，还没有吃完。刚刚有帮他换尿布，我现在决定把他推回去弃肉给护理人员。不玩了，让他回去喂。对啊，他没有喝完。对啊，他没有喝完，然后他刚刚有大便，我有帮他。他真的有连续打嗝，那就是吸太快。我有帮他换那个尿布。好 ，OK。可能尿布包的不是很合格，你把它冲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再温奶给他喝嘛，因为这样喝太少了。对，我再从头再帮他换。对他连续打嗝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那这样不没有喝完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，就是嗝没有拍出来，他才会没办法喝进去。哦。因为大的部分他是嗝一定要拍出来，他才办法继续喝。对，两个都两个。所以我们后来再试着喂他，他都不喝就表示因为嗝还在。了解。所以你如果嗝一定要把它拍出来之后，才可以把它继续喂。好。不然喂不进去。好的。两个都一样。他这边的话，因为他才刚喝完没多久，这是他测糖，所以你就先不要移动他。好。然后现在目前在晾屁股。好。好。对，好。然后，爸，你打喷嚏是鼻子过敏吗？对。好。那你还是就是口罩尽量戴起来。好。嗯，跟妈妈一样，就先戴起来。姐姐啊，哎呦，你的脸怎么这样子？你看你梦到什么东西呢？是奶嘴吗？是奶嘴好不好？哎呦，他们要吃不要用它。好了，用不用？好，我们现在回来月子中心了，终于出院回到月子中心。那我们现在要喂妹妹，妹妹。欸，这是姐姐，姐姐头毛用电着啊，长长的。欸，你头发怎么了？要修。那姐姐的话是9点喝的，所以下一餐1点左右。OK， 姐姐就是有我们日常，就是一次两只，然后两只就是两个新的生命陪伴着我们。开始不一样生活哦。好了，爸爸，哎，这是你第一次离他这么近，他在看你啊，你这样不想面对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想面对他？他是你女儿哎，哇，你第一次这么近啊，一次看两只哦，到时候。